正月念四，大家好，我是杨沐晨。今天一分钟的内容有：从大 V 和产业链的双重消息显示，苹果很可能在下月发布针对中国市场的 iPhone 7红色版，而去年三月份发布的 SE 也有望在下月推出新款。小米官微表示，松果芯片发布会将于本月28号举行，小米 5C 也可能一起发布。从曝光的 CPU 来看，小米 Mary 的 CPU 表现要强于联发科 P10。16年小米的市场表现大幅下挫，作为半个米粉半个米黑，祝福小米今年能够重新澎湃起来。两年没发旗舰机的 OPPO 终于有动作了。官方海报显示， OPPO 将在本月27号的 MWC 上发布黑科技 Go 5 times further。 如果是超级快充的话，那应该是 Go 5 times faster， 所以很可能是5倍光学变焦。 Find 9这一胎都怀了两年了，再等一年就可以叫哪吒手机了。格力手机2已经在京东开卖，售价3599。不瞒大家说，去年底我在闲鱼上买的这个格力手机2，它只花了1600块钱。这个手机谁买谁傻逼，烂到让我怀疑董奶奶是不是被人给骗了。后面会有评测来和大家一起来吐槽。刚刚曝光的魅族产品规划表显示，今年上半年只有一场 Pro 7的发布会了，很期待这一联发科 X30 的表现怎么样。而一加三和 3T 今天同时推送了基于安卓 7.0 的轻 OS 3.0 正式版。到这里，做了三年的一分钟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。2014年的2月17号，一分钟正式创刊，三年真的眨眼间就过去了，我也老了很多。600多期的一分钟，全网播放量超过8000万，一路走来，很感谢大家的支持。甚至有粉丝在老婆生产的当晚私信我说，刚开始看一分钟的时候，大学还没毕业，现在都当上爸爸了。我很舍不得一分钟，但是我没有办法。但这并不是诀别，过去的三年坦白的来讲，我做的并不好，我需要更多的空间去读书思考，去关照自己的内心，这样才能给大家做更有深度的科技节目。三年往矣，所为明朗，青山不改，地久天长。